耐冇見到啲粉絲啊，你啲小飛象。是啊，同埋係咯，今日見完之後，聽日我哋會再見面，哦、就係聽日有一個類似 barbecue 嘅嘢、哦，就係一個 fans meeting。嗯嗯，開唔開心啊？見到啲粉絲？開心啊，因為真係其實喺嗰邊都有啲掛住佢哋。是啊，你怎麼減肥啊？做運動和吃少些澱粉質。辛不辛苦啊？我覺得都 OK， 即因為以前的人減肥是什麼都不吃得、啊、但是、現在就知道的方法是不少吃澱粉質和零食是會就已經好很多。我吃零食，那我又不會覺得很慘，因為我一停了一次我就不會再想吃了、嗯、即是你不想吃是、啊、因為我很開心的就是他們就算我走了他都很即是尊重我的意見，還有是咯，他們很好，即是我回來又這麼支持我，那是很開心的。